吹到标镜无够半工的时间，皇上就摆设宴客，好快的速度，好大的气派，连我这个天下第一虎，拢要甘拜下风了。各大侠客气了，此番为做阎王鬼道，杀绝命书，求服血水城，众人皆是新奴，此言不过是国王一点啊心意。哈，这娘虽来，我这两个老朽表将的忽悠已到底，算是通我祈福。小弟，严赶紧感谢我。国王大师不嫌太慢，皇上客气了。这不是酒。是我人生，请龙主先别哭的。是啦，伊讲要纪念一位故人，所以我就照办咯。敬，对不回过去。好友李水，我是何解去吹？难得你想温柔，不非要我相陪？你为赢吗？也好，反正我无去过海景。好友，你知影吗？我从来无甲你讲过，这位来自海境的朋友，无介意饮酒，却是苦茶，一种名为碧丽闻香的苦茶。刚才我嘛无指名要敬谁，你第一时间所想到的，不是修兵军。只是在饮着苦茶之后，马上联想到我迄位故友。无去过海境的你，有怎会知晓这碧丽闻香的味道？先生。用好料，是向天抢食。你也无时间验证，我交予你的一盘配方，是何有所蹊跷？想袂到这么紧，只是一点仔猜测，试探，究竟，我怀疑过彪王，怀疑过军师，当然也包括你，但你太心急了，在有心先生告托你有缘的瞬间，你何不犹如
想到情感的铺展。难有见面路，算命师，或者该用另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，写出是 BBQ 节育催顺，杀开不准一些团结风俗，是好。国言生变，算命师的真面目更是失调之后，以 BBQ 两人之间有何阴谋？跳出来顶人将如何面对这位传奇风师？